北京时间8月30日，火箭金沙的运作虽然被所谓的专家看衰，安东尼的加盟不但没能给火箭加分，在专家眼里反而会拖累火箭后腿。这样的观点很多球迷无法认同。甜瓜的进攻单打无疑非常适合火箭体系，而火箭明显还有引援计划。据联盟最新消息，密兰体育报的报道，因为手上的问题，亚历山德罗真迪莱将不会参加火箭9月初在巴哈马的训练营。真是好事多磨，真迪莱是2014年的选秀大会第53顺位被森林狼摘走，随后被交易至火箭，这几年一直在欧洲联赛磨练球技。上赛季在博洛尼亚，真迪莱场均出战 29.2 分钟，得到 16.5 分 6.2 篮板 3.4 助攻，这样的出场时间和数据简直也是明星球员了。现在真迪莱了已经准备好了加盟火箭队，虽然因伤他无法参加火箭9月初的训练营，真迪莱预计将在9月得到参加全部训练的医学许可，届时他将参加火箭9月底的训练营，为获得一个留队名额竞争。火箭是真香，毕竟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，如果说西部谁能撼动勇士的地位，现在这支火箭无疑是最好的选择。以真迪莱的能力，伤势痊愈后加盟火箭基本板上钉钉，莫雷早就期待真迪莱能够归队了。下赛季火箭将能够得到这位全能锋线防守悍将，火箭实力势必得到进一步提升。看用还要看火箭，大家说呢？码字不易，喜欢的请关注，免责声明，本文图片取自网络，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。